来关心国内是不是出现了超级传播者呢？案34北部女性，她让清洁工还有护理人员四个人确诊，让国内专家怀疑她会不会是超级传染者。对此，指挥中心的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善成澄清，受感染的清洁工和护理人员四个人看起来并没有继续的往外传播，所以还没有达到超级传播者的程度。但为了提前做好因应，医院现在都要采取分舱分流管理，一旦发生了院内感染，才不至于整间医院都垮掉。危机还没有解除，不过大概第一层的把关应该是守得住。面对国内爆发第一起院内感染，指挥官陈时中又到家别担心。虽然目前还难以厘清案34退休妇人跟接触过的四个人到底是谁传谁，幸好没有继续扩散。不过国内专家苏益仁却有不同意见，可能是病人体内病毒量高，认为这已经有接近超级传播者的味道。如果他是传给清洁工跟后面的三位护理人员的话，这四个人也没有再往外继续传下去，所以这个可能还没有到所谓真正的超级传播者的那样的一个程度。对比专家忧心，中央则要民众放心，但就怕院内感染难防。中央指挥中心超前部署，要求医院要拟定分流分舱管理，就像一艘船一样，把医院分为一个个区块管理，分流对象以患者探病或者陪病者为主，进出医院都要走不同路线。分舱则是针对医护和外包人员，要在固定的工作区，尽量改成小单位，不然医院里就算爆发感染，只要将特定区块封起来就好。你要吃这种大锅菜，还是一个一个套餐嘛？所以当每一个小单位它出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局限它影响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小单位。随着疫情延烧，出现院内感染，让民众每天抢排口罩。不过中央强调，目前口罩政策不变，健康的人依旧没必要戴，除非是去密不通风的场所，还有要跟人近距离接触时才需要戴上口罩。最重要的还是留意手部卫生，减少跑脱。记者陈清水、林伟成特别报道。